没化粪池一种。好吧，谢谢你的剧本，认为我可以通关和三井咒。哦，不谢不谢。看到大家通关，就是我当实况主的工作了。突然温馨，对不对？留十二颗光珠嘛，跟那个公务长一样。所以是我刚才那样子的玩法，是我刚才那样子的推测没有错啊。双队长变身第六关死不了哦，真的假的？哦，好，谢谢你，我学到一招了。不过如果其实版面好，不一定要变身，因为队长变身那个费率会掉。问你哦，平胸妹子跟大奶妹子，你会选哪一个？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是看内心的。看那个奶子太肤浅，这就是我的回答。谢谢阿红带来的效果，让我射得累。然后，我你说什么？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带把，哎，这也是重要的。有带把的话，才能一起玩，对吧？难上加难，是这个意思。你们是不是想讲这个？我猜应该是无视燃烧，哎，舒服。有开始技能就是无敌了。知难而上。我是看女生的眼睛先，那你们都会先看哪里啊？不然你们讲嘛，你们都看哪里啊？对十一蜂王主线感兴趣吗？我是觉得啊，官方不要那么挤牙膏了啊，要就一次出啊，还在那边回忆之前，那明显就是在拖时间啊。我宁愿他一开始出来就直接打那个新的主线，是在那边回忆之前呢，整个超级牙膏的啊，开这个好了 ，S 看哦，哎、欸，我要开特效啊，感觉后面开特效会很嗨哎，转珠特效，这样好啦，开到嗨一点。先看脸，再看个性，嗯，比较实际的玩家。什么这版本好闲？对啊，然后又不在那边推主线，不知道从哪里想。至少在这么闲的一周，你可以多一个主线什么东西来吧，不然没得玩啊。转珠提示，好，敢不敢提示我？哦，可以，这个提示不错。他是到这欸，我只能到这。好，然后再提示我，我们就照他提示走好了，我懒得动脑了。其实也是可以动一下脑的啦。这样好了，多一点，好，应该回得回来。忍痛警告还嘴啊？不是啊，看我是讲真心话啊。不，这几周真的太闲了，不然你们玩有在玩神魔的人，还有在玩的人，这几周你们都在干嘛？打神魔干嘛？吃饭睡觉打奶打魔神，就这些字可以做而已啊，根本没什么事可以做啊。这周实在太闲了啦，这几周啦。打魔神，对不对？真的闲啊，真的是闲到爆炸，没事可做啊。你看玄哥超级忙，他那个要刷五张的，他当然忙啊。他已经不是一般人了，一般人都觉得很闲。
好，这些可以关掉了，我们可以正常转出。开个龙科，他就要升天了。我都在养生了，我有听错吗？玄哥养生，玄哥你练了五张那个那个新的卡片，你还养生啊？真的假的？你看，连他已经养这个版本已经养生到连游王都说在养生了，那就是真的养生了，好吧？不行啊，最近真的太痒了啦！哎呀，要点刺激啊，再痒下去就受不了啦！神魔之塔太痒啦，神魔又闲了，对啊，干嘛太闲了？变身一个，你要痒是吧？是，真的痒啊！需要点东西来解心中的渴啊，不然真的是太渴了。最近玩什么都不知道要干嘛。S 看到无慈悲的太阳。嗯，想想看我要开什么？我觉得圣剑它就直接起飞了，好吧，直接圣剑打它。有个技能下回合用好了，不需要全部开完。可是太密集又被大家念，所以这就是问题啊！你们没发现问题吗？太密集被玩家念，太休闲又被玩家念，那怎样？那就是你时间规划的问题啊！不懂得平均分配，硬要挤在那几周，大家都难受。对不对？干嘛硬要挤在那几周啊？还可以分一下那个先后顺序吧。傻眼，毕竟好啦，毕竟神魔也不是什么时间管理大师，他们可能有自己的事要忙啦。感觉乌鸦的生日快到那里，婆婆帮你接客，一个婆婆不够的，婆婆哪够啊？婆婆只能接我半天的客。昨天没这么痒了，但是今天又痒了、啊，太快吧！痒是，对不对？哎，这是这个地狱级其实是已经是最近神魔唯一一个感觉比较有事做的东西了。魔神战是唯二，就这两个、啊。然后下周又更闲是怎么回事？下周那个不死系列前解。那没有不止系列的人可以继续休闲，然后礼拜二开始复刻，礼拜五开始复刻地狱，没了。下一拜在干嘛？下一拜也不知道干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哎，刚好十二颗光珠，哎，这做球吗？我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sweet。就这样过了，爽歪歪，这版面跟鬼一样。那我不客气了，不客气，直接暴打他一波啊！他人对我太好了吧？哎、欸，这人怎么那么好啊？抱抱，送头啦，抱抱，下去了，好爽哦！这抱抱有点猛哎、欸，我怀疑这抱抱应该是内奸。等一下、啊，标题傲慢做球，不要，你们帮我想标题好了、啊。等一下用什么标题？这个、可以直接无视无视，对，跟鬼一样。哎、欸，我真的觉得蛮做球哎、欸，他这个整个技能都跟这次的蛮搭的哎、欸，有做球，你每次都做球，做球都你在讲，真的做啊，他真的在做球吧？没有误会吧？圣剑砍一砍就过啦、啊，他这个盾牌都是圣剑可以解的、啊。标题抱抱内奸，抱抱内奸听起来有点色哎、欸，不知道为什么。嗯，我是错觉吗？我连龙科可能这边都不用开了，好吧？我们羞辱他一下，羞辱婆婆，时间到，傲慢消值牌啦，好啦，凶什么啦？啊，没有人。谢谢你的提醒，我今天来消纸牌看看。
当别人凶你的时候，要记住，要比别人更凶。没有开玩笑的。在大是什么啦？好啦，我削纸牌啦，我削纸牌啦，别吵了，我削就是了，别打了，要打去练武士打。还有这没变身欸，这是从头到尾挂机欸，他只是来撑血量而已啊。好，买个最后看一下爆发，看你打多少。兄弟啊，先订阅吗？我的错，我的错。我们龙科尽量消高分一点，好吧？敢不敢高分？龙科敢不敢高分一点？好低，26000。现在魔神的第三阶段吗？对啊，是最后阶段。魔神已经回家睡觉了。打多少啊？460亿吗？我猜的。哇，他是临时的操作球。我们刚才花玄哥一颗石头，对不对？